手游酷玩，大家好，我是来自手酷玩的，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也是猫和老鼠，然后开局也是一个普通的汤姆。然后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场久违的这个开局一个机械鼠都没有抓着的这个情况啊，也是抓着一个，然后开局也是很不利。然后现在呢，也是去逮这个老鼠，然后没想到直接啊由于这个手快了，然后直接进到了管道里。现在呢属于是万圣节活动期间，然后在万圣节活动期间呢，大家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在地图里收集这个万圣节的南瓜，然后他会给大家一些活动的这个奖励，当然也就是帮助大家快速的换这个猫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然后现在呢也是直接完了，哎，我原本是想直接点燃这个炸药桶，然后去抓一波对面的人，然后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狡猾，也是再一次抓他之后，再一次给他绑在火箭上，现在什么都不用干。时间非常的长，大家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地下是有这个炸药桶的，然后还有马上就要炸了，所以说也不是很着急了。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玩的是汤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开启大家的这个一技能啊，通过这个免疫伤害来躲过这个爆炸，然后在里边肆意妄为的啊去抓这个老鼠。但是呢我没有使用的原因是啊，我的血量比较满，然后他俩之前也是被我抓到过一下，所以说有一个老鼠也是直接被判定啊，这个直接就是倒地了。然后也有一个隐身的老鼠，不对，什么情况？你这跑了能怎么样，不还是一样是踩到了这个夹子吗？啊，他的队友在这儿啊，有点难受啊，但是没有关系。那现在呢他三个队友也是都在这儿了，大家玩老鼠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些情况，当你的队友被围困的时候，最多最多两个人救他，这是在你家有四个人啊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你家没有四个人在场了，那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猫的行动能力远比老鼠要敏捷很多。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这款游戏里呢，猫一个人虽然说对付四个人，但是他是占据这个绝对的主动权的。大家多要利用老鼠人多的这个特点去跟他做一个纠缠，正面突破啊，你是很难赢得过猫的，除非你家那这个知识卡的点数特别足，然后拥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特殊劫掠才可以。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人也是他非得跟我皮啊，他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害他的队友，他一次一次的把他的队友从这个火箭上救下来，然后呢他的队友呢也是一次一次的被我抓住啊，被我抓住之后呢直接是无限次的触发这个火箭的绑定机制，然后导致时间越来越短。大家在救你的队友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盲目，在你感觉你救完队友你的队友也跑不了的情况下呢，还是先不要着急救，因为他一旦跑不了，你就算救下来他也没有什么用啊，他一旦再一次被绑在火箭上，你只能说你们是替这个猫不断的刷新了啊这个绑火箭的这个机制啊，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值得。也就看大家怎么选择吧，因为很多人玩这个猫和老鼠的情况呢也不是很一样，然后我本人现在也是没怎么打过排位啊，也是看一些主播有一些主播专门是中午开播去打这个排位赛，然后由于我本人这个工作时间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中午打排位赛的机会呢还是比较少的。现在呢他对这个队友啊已经是这个叫挂机了，所以说呢我也是这是我卡了吗？等会儿啊，再一次给他勾中，什么情况，他怎么下来了他有这个知识卡吧，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难受了，因为他右侧是可以跑的，服了，有点可惜啊，因为本来是稳稳的直接赢得比赛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拖延了不少时间啊，这个还是比较烦人，然后稍微找一下他的位置。他不会是他果然是通过管道跑了。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管道的一些形式，然后来判断这个你的对手到底是怎么跑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看到管道再来回晃，那你的对手呢一定是通过管道跑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看到周围有白色透明呢，就代表你的对手有这个隐身啊，他也是隐身在你四周一顿晃。那这地方呢也是直接将他放飞了这个他家前期的配合还出现了一些失误，然后他家中途有一个人是认为游戏无望，也是直接选择挂机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也是猫和老鼠，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酷二，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的其他游戏视频，感谢你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